台中的朋友有福啦，王品旗下韩式料理出瓦正式开设第一分店，地点就位在台中七旗地段台湾大道上，走到店门口就能看到强烈色彩风格的涂鸦墙，打卡拍照发现洞都超级好看，店内的装潢让人仿佛置身首尔。而这里的餐点都是由韩系五星主厨孙荣研发，像是出瓦必尝的道地泡菜锅，长20公分泡菜剪下锅，口感微酸带一点的辣感，搭配浓郁汤头令人胃口大开，一旁还有韩式小菜能让你吃到饱，当然还少不了韩国影集中常出现的韩式炸鸡、石锅拌饭，晚上6点过后还有供应各式韩式经典酒款，即刻起到7月5日开幕庆期间，只要到店内享用就可免费于店门口体验时下超夯的韩式拍贴机，快叫朋友一起来同乐。